看了吗？这个小伙子叫王俊凯，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学生。陶云林老师不用说了，老艺术家。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呢？前段时间啊，陶云林老师和王俊凯一起拍摄了一个短片，中国梦主题的一个宣传片，两个人呢就结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。这个王俊凯呢说，他在老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身上学到了好多年轻人应该汲取的力量。今天听说陶奶奶也来，所以他来的时候就特意的买了一束鲜花，然后到后台找到了陶玉玲奶奶，把鲜花送给了陶奶奶，以表达年轻一代对老一代艺术家的尊敬感恩。这张照片，对，是咱们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居阳在献花的那一瞬间抓拍的，瞧瞧，就是刚才发生的事儿，多么温暖。